主料：南瓜200克，面粉300克，辅料：水、胡萝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南瓜蒸熟，放料里脊打成糊，晾凉备用。面粉加酵母拌匀，加放温的南瓜糊揉成面团，加保鲜膜放温暖的地方发酵3小时。发酵好后取出排气，搓成手指粗的细条，盘成圆，一个面两头盘也行，两个面盘好放一起也行。用筷子把两个圆夹在一起，用刀把四个角切开，整理一下，插上几根胡萝卜丝，上锅蒸20分钟，再焖3分钟取出。烹饪技巧：佳宁心得一：南瓜糊要放温再加入面粉中，防止酵母被烫死。二：做这个花卷比较占地方，一锅蒸不了几个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